像你即摆安尼无方便的情形吼，啊，你后摆啊，卖阁专工来扫来啊，卖阁专工扫来，啊，我会使直接去恁家为恁服务啊。记者会一开始就以行动作为方式，道出今仔日彰化县政府的宣传重点。即摆用电脑，啊，阁有这3G 网卡，也可以。安尼拍一个，拍一个，就最近也心情好啊哦。县政府全国首创，一张证，一窗口，站到底服务五个站。由彰化县政府首创的一张证一窗口一站到底服务跨机关主管的整合服务，在县长杜佩元的积极推动，以及各乡镇公所、户所等相关单位的配合之下，已经整合成功。在记者会上，主办单位也特别设计圣诞老公公来到现场，送上这的大型福利。先看到的是，哇，省时间！省时间！县长是为什么叫做省时间呢、啊？我们推动这个计划，可以节省民众2/3申请的时间，所以大家把时间省下来了，是第一个大礼物。哇！我们可以节省民众每年2万小时的交通时间成本，我们省成本是第二个大礼物。哇！除了提供民众上方便阁快速的行政申请服务，另外县长杜佩元也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即马阁提供行动无方便的民众，阁较大型的资讯宅服务。如果有不会操作电脑或者是对电脑不熟悉的民众呢，可以请我们的乡镇市公所的村里干事到宅来服务。我们跟各个乡镇公所都有配合，而且我们一次呢采购了290部。新的笔记型电脑再加上3G 网卡我们会请各个村里干事呢到宅来为大家服务。我想这是一个最现代、最创新，也是最贴心的便民的措施。由彰化县政府首创的跨机关主管的整合服务，除了会当让民众伫厝内就会当申办以外，上方便的就是做一届办好7个机关的资料申请等等服务，让民众就亲像进入高铁同款快速阁方便的时代。县长杜佩元也特别以列车长的装扮来带头，宣布彰化县社会福利高铁列车正式启动。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